哦，今天的外送名人榜就是黄大茂，哦，这是他的本人，这是他 FV， 他有一句来香，哦，不是来香港，是来深港，打响了知名度，让彰化县的深港乡在外送界变出名了，哦，他常常会到处啊留言或泼上网，然后他是很少在坡刷跑多少程，因为他在深港单子其实很少，他是在主跑台中市，哦，就他到处会有留言，或者是说他会有po文，哦哦，他的算留言跟po文会比较乡土一点的，就是啊，比较乡土，因为深港是一个海边，是一个海边的一个乡，产鹅啊，也不是产鹅，它是主要的话，它是产洋葱跟蒜头，有没有？黄大茂香港网红是应该的发红包哈，这是黄大茂，这是最近很出名，就是来深港啊，哦，这是我们近期出名的外送名人榜的黄大茂。